帮夫运风水，造就老公事业有成。重点是帮夫运，一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代表老公飞来飞去，来来往往。我说的是金钱可来，其次是与人互动更加的热络，你都做到。所以你刚刚讲这五点，就是完全是一个旺夫的格局，绝对旺夫。